今年报纸投票啊，选出的年度代表字是宅啊，住宅的宅。那因为今年疫情最严重的五月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机构团体啊，还有个人都是被要求待在家里里面上课上班。那既有这个机会待在家里啊，很多人有机会跟家人更深的交往啊，也透过这个机会加深彼此的感情啊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啊，让各方面能够成长。那这个宅就是在家里里面啊，共融啊，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圣诞节啊，也是天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，我们要生活在天主的爱内，生活在天主的大家庭里面啊，如同这个江陵圈一样啊，这个绿色的枝叶代表天主长存的爱、永生的生命以及不断的恩宠的泉源啊，天主邀请我们住在他的爱内啊，如同这个江陵圈里面有不同的花朵、不同的果实啊，也象征着我们内心让天主住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，我们也进到天主的深处的爱内，那我们也能够结出圣神丰富的果实，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啊，圣神的果实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。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啊，祝福大家啊，借由圣诞节，我们再次的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啊，我们也进入耶稣的爱内啊，如同圣家啊，如同天主圣山啊，以天主的爱，以耶稣为中心的爱，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啊，透过天主的恩宠，我们一起答复天主的召唤啊，我们一同来照顾彼此相爱啊，克服这个疫情，也来照顾这个受造界啊，让天主的救恩的圆满早日临现啊，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也特别祝福大家圣诞节啊，快乐啊！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恩宠上加恩宠，天主降福大家。